戒严事件的时候，这个炮弹嘛，我去了。这第二天，反日本兵登上了大东门进城门。我们那时候也是流浪汉，他们也被困在那里，他要离场了，是他原来的丈夫啊，把他抛弃。我当时偷偷地给自己发下红十字大愿，说我必须要成就他。一天是我们两个人如两个漂泊的灵魂在大海航行。他说你不要问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，但是你能够写什么文学。我和他接触和我的朋友也没什么两样，我对燕南有些现象啊看不惯。毛主席他说你不要绝对轻看问题，是你要发展看问题，你否则的话你不会安身立命的。那时候呢，哈尔滨就一个东北日报，还有哈尔滨日报，我办个小报文化报，被青年朋友们欢迎。他们一看不得了，萧军把群众都拉去了，赶紧夺回来。那个全国还没解放，反苏反共反人民，这山顶帽子一扣上，文艺界嘛也开除了。我在中国大陆来打也来过几次了，但是我是一个孩子，中国大革命中里嘛死了一个，是我很难过的。请您谈谈对当前社会状况的看法。我是告诉你，要阳光放权，心胸放宽。